这个你不用拧很紧，待会儿要拆了，拧松一点就行。然后扳手给扳紧就行，不可需要扳？不需要扳。不行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用扳手做一下示范就行。别把里面物业圈给我掉了，啊！刚才说别把它里面有物业圈。这里面不是有一个卫生间吗？绿色的，这个卫生间不要给我掉了。嗯。这东西不能给我掉了，拆的时候咱注意一点，不能给我掉了。啊。掉了，回头你再装的话，这个东西，它就没有密封的效果了。